日前周家卫在网上教大家整韩国泡菜，一开口他就说，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韩国婆婆，今天我教大家做这个好吃的韩国泡菜。有网民对于他这样说十分惊讶，因为有网民一直以为高丽红是洪天明的妈妈，但是洪天明其实是洪金宝和韩国前妻所生的。由于洪天明的亲生妈妈是圈外人，也都不在香港生活，所以有些人是不知道的。还留言说，唔怪得一直觉得洪天明个样有啲似韩国人啦。